您看看这个。不对呀，这个人我认识，他不姓蒋，他姓姜。姓姜？这一次让你赚多一点，把价钱压到最低，怎么样？任命吴光林同志为缉毒大队大队长，任命张健同志为缉毒大队二中队长。你就是这么当上大队长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耍了手段当上大队长的。曾展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可他们是什么啊？毒贩，是毒瘤，是狗屎，是人渣。你的爱心和怜悯用的根本就不是地方。可他们也是人。谢天谢地了，还带这么多东西。家嫂，你别客气，这里边的情况我都知道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，这我就非常感激了。前一阵儿我一直出差，非常忙，可心里呢还一直想着你帮我们的事儿。我来就是想告诉你啊，千万别失去信心。你为我们做的一切，我们都记录在案。你要相信，有关方面一定会公正的考虑你的案子。吴队长，我相信你，我也想明白了，无论怎么判我，我都没有原因。你有这个想法就对了。好了，我得走了。这些东西。看守所会分批交给你的，我跟他们已经说好了。副队长，真的谢谢你。你们现在需要我做什么，你就下命令吧。为你们做什么我都愿意。我要赎罪。如果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我们会来找你的。为你们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这么说吧，副队长，为了您。我豁出性命我都愿意，真的。你倒是表个态啊，照的怎么样？一般吧。一般？这么好的照片，你说一般？哎，你看，这主人公的精神世界，表现的是多么的充分，美丽、善良、坚定，而且还透着一股女警官的豪情，这是艺术精品。我怎么没看出来啊？那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你，你缺乏艺术家的鉴赏力。你真把你当成艺术家了？那咱起码具备一定的艺术素养，不然怎么才能从你身上捕捉到令人向往的精神内涵？你更注重人的精神内涵吗？不，也不。也不全是。注意人的外表美，有这么可笑吗？谢谢你给我这么高的评价，并且把我拍得这么好。这话听着有点不熟，应该是照得这么好。总之都要感谢你。怎么谢？我请你吃饭，不过这些相片我要全部收回去。啊？这怎么也是我自己的作品啊。我不能让你拿去放影集。那我自己留着。我要是不同意呢？好吧，那你就留一张吧。真的？嗯。
下面我宣布两个任命。经报师局党委批准，任命吴光林同志为缉毒大队大队长。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早呀？ 哟，怎么想起来喝酒了？老公，哎，别管我啊！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 什么事儿也没有，我就是想喝点儿，啊！可是平时你一滴酒都不沾的呀。我今天就是想喝，我心里觉得憋得慌，你放开我。有什么难受的，你可以跟我说呀，咱们以前不都是这样的吗？我心里觉得窝囊，我哪点不如他，啊？ 肯定是他，肯定是他，他就会来这套。开门去，去呀，开门去！哟，吴光临，大增一定还在生我的气吧？生什么气呀？来，快进来。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没有。对，我现在就想和他吵。来，进来。 干什么呢？没事，我今天就是来听他指教的。看来气头不小啊，连酒都喝上了。跟我也来一杯吧。小雨，给我拿个杯子吧。哎，他不能喝酒，让他少喝点。 知道。来，吴大队长，我敬你们。谢谢抬举，我干了啊！哎，慢着，这杯酒你先不能喝。为什么？ 我是来听你指教的。如果你说的对，自然可以喝。可你要说的不对，这酒你还不能喝。好，那我就和你先说道说道。我听着。小雨，去歇着去，这没你什么事儿。听听怕什么呀？啊，不是，他是怕说的我不好意思。 那这样吧，我帮你们炒两个菜吃吧。光临，你觉得我比你怎么样？我不如你。哪方面不如啊？谨慎、沉着、计划性强。 善谋略，这些我都不如你。你是说我狡猾？不是，一个好的缉毒警察，这些是应该具备的素质。好，那我再问你，既然你不如我，可为什么我当不上大队长，而你却能？ 不是大队长，是副的。都一样。你说，为什么？这些都是上边的事儿，不是你能我能的问题。吴光临，我在跟你掏心窝子，别跟我打官腔好不好？你跟我说说心里话。
也许是我这人在跟大家交往的时候更简单一些，人缘比你好一些。简单是什么意思啊？可能我考虑自己的事儿少一些。那你的意思是我考虑自己的事儿多了？是的。你胡说，你根本就是胡说。我曾展从第一天当上缉毒警察那天起就从来没考虑过自己的得失。其实我当不上大队长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你那么会来事儿。会来事儿？对，会来事儿就是滑头。你对谁都是这个样子啊，对谁都摆出一副格外关心的样子，对局长，对你周围的人，还有那些毒贩，你都摆出一副牵肠挂肚的样子。你就是靠这种手段笼络人心的，让大家知道你只关心别人而不关心你自己啊！你就是这么当上大队长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是耍了手段当上大队长的。曾展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光临，你别往心里去啊，他喝多了。没事，让他说出来，说出来心里就痛快了。你知道我根本就没有喝多，对你这一套我早就看不惯了，我早晚有一天要说的。当面对我说出来，说明你还是把我们当兄弟看的。能听你当面说出这么尖锐的话，说实话，虽然听上去很难受，可我心里还是高兴。因为每次我看见你这样坦坦荡荡的把自己想说的话就这么说出来，你就会让我看到了你简单直率的一面。可惜的是，你为什么不早这样呢？啊，你如果把简单直率当作自己的一贯作风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当大队长的就不是我，而是你。你少拿这些话填补。啊！我要当了大队长，我也会说这些话。可我要跟你说清楚，我不是个耍手段的人，我也不会用手段去笼络人心。我对所有的人都是以本性相待，因为我觉得时时处处先想着别人，这是做人的本分。就说遇到危险吧，只要我在场，我真的不愿意看别人去冒这个险，因为我看别人去冒险，我心里会发慌，我会着急，只有自己去了，心里才踏实。与其让自己心急火燎的着急，还不如我自己上呢，我就这么想的。其实我这人做事很少考虑后果，很多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像你想那么多，我觉得该做就做了，就这么简单。所以我想你一定是误会了。哼，我根本就没有误会。像这种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话我也会说。你要实在不相信我也没办法，可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实话？实话？现在每个人都说自己说的是实话，谁愿承认自己说的是假话呢？你愿意吗？啊，你对田家福，对那个女毒贩，哦，还有那个董浩，你至于对他们那样吗？还把奶往自己手上倒，我都觉得恶心。我那是怕烫着孩子。不，你是为了表现自己。我在他们面前表现什么呀？做给我们看呢？做给你们看？你们看与不看我都一样。我告诉你，我对自己的孩子就是这么做的，为什么对别人的孩子我就不能这么做？可他们是什么啊？毒贩，是毒瘤，是狗屎，是人渣。你的爱心和怜悯用的根本就不是地方。可他们也是人。不错，他们是犯了罪，甚至是死罪，可我们也没有权利不拿他们当人看。再说了，对他们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，也是我们的责任。即便是在他们临死之前，让他们感受到一点社会的温暖，人与人之间的真情，又有什么不好呢？更何况，如果他们能反过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抓到更多的毒贩，缴获更多的毒品，对社会不是少一点危害吗？行了，你别在这给我上课了，好不好？没有他们，我照样可以抓毒贩。对，我们是照样抓毒贩。
可有他们的帮助不是更好吗？再说了，如果他们帮了我们，立了功，得到法律的宽大处理，他们可以保住性命，可以重新做人，这对我们说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吗？是啊，你多伟大，你多了不起啊！我没什么伟大，我只是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事。不管怎么说，你那一套我就是看不惯，我学不来，我也不想学。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走吧。曾展，你这是干什么呢？光临，你别怪他啊，他现在连自己说什么都不知道。我没什么，我先走了。光临，对不起啊。没什么。别让他再喝了。哎。你对田家福，对那个女毒贩，哦，还有那个董浩，你至于对他们那样？在遇到你之后，我觉得我们这帮人都他妈不是人。不错，可你现在是个新人吗？他们是什么？啊，毒贩。是毒瘤，是狗屎，是人渣！你的爱心和怜悯用的根本就不是地方。他们也是人。没事吧？我心里难受，我心里真的很难受。这么多年我干工作，从来就没有偷过懒。任何危险的时候，我都是冲在第一个。我哪一点比他差？他凭什么就把我比下去了？凭什么？那你就想想，人家光临说你说的有没有道理？你是不是考虑自己的事情考虑的多了的？我最了解你了，你呀就是这样的。要说这是什么大毛病吧，也不是，可是就是稍微显得复杂了一点。做人啊，还是简单的一点的好。我记得咱们刚认识那会儿，你说就是喜欢我的单纯，
那为什么现在光临单纯一点你就不喜欢了呢？其实我觉得就是没让你当上大队长你觉得窝囊，所以你才对光临那样，对吗？反正我不会像他那样。不像他那样就不像他那样，你就是现在这个样子我也照样喜欢你爱你，但是你没有权利去指责别人，更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像你一样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态度和处事方式，只要他不妨碍和伤害别人，就应该给人家以尊重。人家光临就没有指责过你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当了大队长，人家光临会过来对你大哭小叫、吹胡瞪眼吗？你知道他不会，我也相信他不会，所以我相信他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。他确实不在乎自己的得失，他首先想到的是别人。他今天来找你，他首先想到的还是你。他怕你没有当上大队长心里难受，所以就过来安慰你，让你心里好受一些。可是你呢，你却把别人骂得一文不值。村长，我都替你感到害臊。真的那么严重吗？反正啊，比你自己想的要严重得多。我要是被你这么骂一次，就一辈子不理你。那我该怎么办？向他道歉呀。可是我……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，我就一辈子不理你。小雨，你别这样。这不是为了我，曾展，是为了你自己。给我支烟。你不是戒了吗？给我。光临，你这到底怎么了？我还从来没见过你这副尊容，你倒说话呀你！那你就别说了，就这么待着啊！我啊，好给你这副尊容留个影，这也是证据，省得以后你不承认，说我吴大队长什么时候还会蔫的像个蔫黄瓜。烦不烦呐？我不慌也行啊，那你把原因告诉我，或者说点别的。我啊，保证坐在这儿一动不动。想听什么你？随便，你说什么我都想听。那好，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你说。你说这人活在世上，是不是特别需要别人理解啊？没错，理解万岁嘛。如果说咱们做事问心无愧，上对得起苍天百姓，下对得起父母妻儿子女，可别人还说你这人比较用心，那你怎么办？那就是他瞎了眼。
咱不说别人啊，就说自己。别人嘛，也不知道你自己问心无愧，而且人都有自己判断是非的标准。所以呢，咱们只能要求自己，对吧？可是呢，要是我，我就悠着点。我干嘛非要干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？不是讨好不讨好的事儿，是有些事儿你不做吧，那心里过不去，而且甚至有时候你来不及多想就已经做了，那你怎么办？去看病，那是你有病。我有病，有治这种病的地方吗？没有。问你是白问。喂，听说你当大队长了，怎么把我们这些朋友都忘了吧？哎呦，我哪敢呢？这不是一看你送信的电话我就接了吗？有什么指示说。那好吧，你现在来白夜酒吧，我请你喝酒。行啊，我马上就来。宋青说让我到白夜酒吧去，跟我一块去吧。前两天啊，他给我来过电话，是为了他弟弟的事情，是吧？我也正有事找他呢，走吧。你看他头上的头发，不是跟朝廷一样吗？他穿的也不是解放鞋呀。哎，他穿的是旅游鞋，好像是城里人。他身上也没有汗迹。那咱们先看看他往哪儿去了吧。哎，你伸长了脖子干什么？让他发现了，他就跑了。哎，对对对。光临，你。找我有什么事？你先说吧。那我说了，咱们可是老同学了，我就不客气了。我要是跟你客气的话，我还能给你打电话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行，你是农科所所长对吧？推广经济农作物种植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光临，这个事儿。省里边已经给我们下达了很多的任务了，这个就不用你再宣传了。直接说，你要我干什么？说。给卢石镇附近村子的村民啊，免费提供桑苗，或者帮他们贷款，解决资金问题。你知道，他们实在是太穷了，要他们拿不到树苗，推广经济农作物种植就是一句空话。行，利国利民。这个事儿，我办。不过光临，我是担着风险的。如果这些农民把树苗都种死了，我贷的款是要我还的。怎么会种死呢？你们给他好好提供科学指导不就完了吗？你说的简单，那是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。这些我都知道。这样吧，我告诉你，只要你们把工作做到家，我保证，贷款你一定能收回来。行，这个事儿我明天就去办。不过光临，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哎，宋庆儿，这事儿可是不能讲条件的啊，咱一码归一码，行吗？对，一码归一码。不过光临，我的事儿。你总不能不管吧？是送你弟弟去戒毒所的事吧？对，对，是这个事。光临，我就是想让你说一声，我弟弟不去戒毒所，我让他在家里戒毒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
你听我说，在家里是戒不了毒的。能，肯定能。光临，我把他绑上，我也要让他在家里把这毒给戒了。还是送他去戒毒所吧，政府有规定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一说正经事儿，你就躲是不是？你就躲是不是？不是我躲，我真的没有权利这么做。别跟我打这些官腔。咱们俩是老同学吧？咱们俩是不是老同学？这件事儿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就你一句话，你一句话的事儿，这个事儿又不伤害别人的利益，我又没让你贪赃枉法，你只要说句话，光临，就算我求你了，我会感激你一辈子。静儿，真的不行，我真的帮不了你这个忙。你就真的那么绝情吗？不是我绝情，是有规定不允许。狗屁规定！说出大天去，我也不会让我弟弟去戒毒。就说你们那个玉文，哎，小静，话可得讲清楚。张健，这事儿跟你没关系。吴光林，你别跟我装正经，我宋清拿你当朋友，你却不拿我当人。我告诉你，我弟弟不去戒毒所，我不允许他去戒毒所。你有本事，你有本事，你连我一块抓。我说宋清，你可别激我。你要是敢干违法的事儿，咱们再好的哥们儿，我也得抓你。你抓！哎，你抓！你抓！张健，张健，把头坐下。你坐下，坐下。哪天等你酒醒了，咱们再谈啊！你别忘了，你弟弟是一定要去戒毒所的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张健，咱们走吧。对他太客气了。宋清就这么个人，明天早上酒一醒啊，他就会后悔的。喂，喂，是吴同志吗？我们发现毒贩了。我怀疑是毒贩呐。哦，我们怀疑他是毒贩，但是他又像城里的学生，也像毒贩呐。你让我说行不行，老爷子？行行行，你说，你说。喂，你别急，你慢慢说。你先告诉我你是谁，在什么地方，看见像毒贩的有几个人。哦，我们是正义村的。前次你来过，我们还谈过话，你还给我们讲过毒贩的特点。啊，是你啊。那好，你告诉我，你看见像毒贩的有几个人。哎，一个一个，就跟你说的一样。就是鞋不一样。哦，就是旅游鞋不一样。他穿的旅游鞋。哎，是啊，他穿的旅游鞋啊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在鲁市镇。好，我们马上就过来，你们千万别让他们发现了啊。哎哎哎，谢谢你们啊。郑一川发现几个可疑的人。秀秀，是我，我现在有任务，马上要出发，来不及回家了。你把我那双登山鞋啊放在局门口啊，另外再给我带点钱。上次不给了你几百块钱了吗？哎，我都给了正义村的汪大爷了。你可真是的。过来啊，走吧。
怎么了，亮亮？妈妈，坏字怎么写呀？坏字怎么写？为什么要写坏字啊？爸爸说话不算数，我要摆爸爸坏。亮亮，爸爸是去工作，去抓坏蛋，怎么能说爸爸坏呢？走，跟妈妈去公安局找爸爸。不，我要在这儿玩。谢谢啊。哎，我那鞋呢？你那鞋都破成那样了，还能穿吗？啊，那钱呢？钱？啊，等你挣啊。求求你。还是我老婆好。哎，我跟你说。哎。你女儿可说你坏话了，亮亮。嗯，说我什么坏话？说你什么坏话？说你这当爸爸的说话一点不算数，说带他玩也不带他去玩。这爸爸怎么当的？秀秀，那我可真是太冤枉了。我一直在忙，你要不你们张健？没错，嫂子，这我可以证明，他确实很忙。好好跟他解释解释。行了，去忙吧。哎，那我先走了啊。那我走了啊，再见，嫂子。再见。哎，爸妈的事儿你多操点心啊。知道了。哎，自己小心点。哎。守着你风中的